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欢迎收听数位趋势酱子读，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 又到了我们大家最喜欢的流行科技英文词汇的单元，对不对？是。那大家常说正义魔人啊，常说酸民啊，你们知道这些数位的词汇应该怎么说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是是，我看了之后也才知道，研究之后才知道。是我们挑的一个专文是来自于这个 blog 一个部落格叫 VoiceTube， 那它里面我们截录了部分跟大家介绍。第一个我们介绍叫 Netizen， 它是网友乡民。我们经常讲网友乡民，我都不知道它叫 Netizen。 我以为是什么 InternetPerson or people， 你是台湾式的英文了，对不对？这个 Netizen 这个词是由网络 Net 加上公民 Citizen 所组成的嘛，它就指网络的使用者了。它有一段例句介绍给大家，它说 There are many Netizens today due to the growth of the internet。 就是说现今有相当多的这个网络乡民，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个网络的蓬勃发展啊。竟然用归功，是是是是是，很正面哦。那第二个要介绍给大家的是黑特 hater， 跟我们经常讲做黑特，是不是？是啊，还有酸民 troll。那 hater 呢，它指的是讨厌特定人事物的人。那酸民 troll 它的原意其实是山怪哦。那在网络上呢，就比较像是那种嘲讽他人或是引战的酸民。是，这个 hate 就是 H A T E 啦，讨厌，它加个 R 嘛，就变成 H A T E R， 对不对？是。那这个酸民就是 T R O L L， 就是酸民啊 ，troll。OK。那他这边很贴心，也给你一些例句啊。那第一个例句呢是 Don't be a hater, bring some love and warmth to this cold world。就是不要当黑特的人好吗？是，为这个冷漠的世界多带来一点爱和温暖。是。那第二个他的 troll 的例句呢是 Being a troll is actually a form of cyberbullying, so watch your words on the internet world。 那就是说网络酸民呢其实也是一种网络上的霸凌，的确。所以说你们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时候呢要谨慎一点。嗯哼，那现在网络时代嘛，大家都在网络上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那这边一个例句叫做 Haters gonna hate。 那这个流行语是在说啦，讨厌你的人呢无论如何都会讨厌你的，所以你就做自己就好。所以这个 Haters gonna hate 这个科技大叔会赶快把它学起来，对不对？让自己比较正能量一些。第四个叫做 Social Justice Warriors， 叫做正义魔人。非常多的正义魔人，对不对？这很讨厌。对，最早是住的那个社区就是一个网路、就是一个网站一个社群，每次都有人半夜说你看到那只小鸟在路上啊，赶快去救它叫大家去救，可他从来自己不去救，就是看任何小东西他都希望大家去赶快去拯救，这样子这叫一个正义魔人嘛，对不对？那这个词啊，我可以简称 SJW， 所以大家说 SJW 你就知道他在讲 Social Justice Warriors 啊。Warriors 就是 WARIOR， 就是一个战士啦，一个军人啦。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正义的战士军人，变成嘲讽啊，变成一个正义的魔人啦，对不对？那就是把自己认为的正义啊、道德或是价值观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而且程度是一种太超过的这样子的人啦。尤其是只在网络上出一张嘴的人。真的好讨厌哦！我想说我车停在黄线又没有挡到人，到底是有什么好检举我的？是是，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做 podcast 也是网络上只出一张嘴的人好吗？原谅他，就跟大家开开玩笑。他的例句啊叫做 Some players are afraid that social justice warriors will ruin video games because they cannot stand any violence。 有些玩家担心正义魔人会毁了这个电玩，因为他们连一点暴力啊都无法忍受啊。接下来三个可能都是科技大叔跟大家做介绍，因为刚才 Vivi 突然有很急的事情必须要去处理了。接下来这个叫 Cyber Warrior， 叫做网军。 Cyber 就是这个网络的嘛。网络战我们可以说成是 Cyber War 或是 Cyber Warfare。那他的一句叫做 There are a lot of Cyber Warriors fighting for their idols。 就是很多的网军啊在为他们的这个偶像吵架，经常发生的事。接下来这个叫做 Internet Celebrity。网络红人，我们经常说的网红就叫做 Internet Celebrity 嘛。
他的例句叫做 What's your favorite internet celebrity? I really fancy superwoman. 你最喜欢的是哪个网红啊？我真的很喜欢 superwoman. 那最后一个叫 lurker, 叫做潜水者，非常多的这个潜水者嘛，从来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任何的发言。那在许多的论坛上都有所谓的这个 lurker, 他指的是当然是只看文章但是从来不发表意见的人啊。他例句叫做 Though I'm a lurker, I keep following all information in this forum. 虽然我都在潜水，但是我都有在持续关注这个论坛上的资讯。那以上这些科技英文的词汇跟大家做个介绍，那别担心，我们都会把这些相关的字放在我们的介绍里面给大家看。那以上内容播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我们下回见咯。